歉。下次买超大超大，有超大片。真的有一个游戏等着你，我现在是这个游戏的垫底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就最烂了。周易他就是一个，真的是一个讨人厌。你在拍我吗？哦，看见了，你看不见了，看见了。他会让我觉得真的很烦躁，但是有时候他做出的行为又会让我有点心动。阿狗，我来救你了，周易，快快打他！你干嘛？你干嘛要抓他狗？这个死变态！啊！灌他一拳啊！啊！他在捍卫战士里面对自己的能力超级有自信，不听上级的命令，最后他被拱为英雄，连上级都替他欢呼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请看第二集。周易和小倩他们吵完架，然后周易先去天台这样坐着，然后我拿咖啡给他。我觉得那一场真的还蛮让我印象深刻，因为那是第一次周易他真的给予我鼓励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合作。我觉得当下在演的时候，就真的有被感动到。来，我们换场。My friend， 他是个嘴硬心软的人，表面上看不出来他有在帮我，但陆陆续续看他这样子的一些动作啊，一些行为，就其实会了解到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他又是星期一，每周日晚间八点，东森戏剧40台。